我常常最近在讲说，国民党2022年当然选得好，2024年气势也比较旺。可是你中间一直乱搞的话，你会让你的社会基础慢慢被败掉。这是我最近常讲的。最近又出现一件怪事哦，怪事是什么呢？张善政，因为呢龙潭嘛，桃园市龙潭区三坑抽水站嘛，在1月7号的时候爆管，结果7号、8号、9号、10号都没有好。到十号没有好的时候呢，连这个黄靖平都受不了了，赶快打电话给张善政说：“哎，市长，你来看一下。”就张善政呢，哎，勤政爱民，赶快开着车就去这个平镇区啊去做视察。再到在十号的凌晨的时候，开着车就去视察。那黄靖平的大嘴巴马上跟大家讲说：“哇，我们市长多亲民啊！”然后呢，开着车来视察，自己耶没有随护呢，没有司机，就马上被抓包。哎，你视察前4-5个小时的时候才去跟人家喝红酒，参加这个红酒宴，那有没有酒驾的问题？那这个时候张善政马上回答说：“没有啦，我只拿了红酒抿了一下啦，我不太会喝啦。”过了5个小时，会是酒驾吗？可是于将军，我想问你，身为桃园市议员，第一件事情啊，抿一下，我常常喝酒，我也都说我抿一下，可抿完后我就到隔天了，忽然就到隔天，中间就不见，就抿。抿大口小口是个人意志，我怎么知道你抿大口抿小口？另外毒物专家张明威说，一般来说酒精代谢是12个小时哦，最少要6到8个小时，所以常常有晚上喝酒隔天上班酒车被抓的案例哦。所以这个你觉得是个好的示范吗？以你这个社会这个桃园市议员，我讲哈，桃园市议员的职责就是监督桃园市政府，对，包含要监督市长，当然因为市长的权力很大嘛，对啊，我们身为市议员，你不监督市长，你要监督谁？当然监督市长。那么市长的一言一行，不要说表率，那至少会变成大家做事判断的一个准绳。以后每个人都说我抿一下而已啊。所以说酒驾，什么叫酒驾？我以前在军中，阿兵哥哈，我说阿兵哥什么叫酒驾？喝了酒被警察抓到才叫酒驾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被警察抓到算你倒霉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喝了酒开车就叫酒驾。这是零容忍的，我就讲张市长这一次行程很忙，他晚上很几个行程要跑，因为你不可能选前去跑，选后就不理人家了嘛。对，所以这些协会啊，各自教育的相关的，都请他去是应该的，也一定要去。可是你去了以后，你难免抿两口嘛。你明明有司机嘛，你难免抿两口，而且我说你不要说抿两口了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照片上都在追他第一次拿酒杯的时候多少，抿两口会剩多少。我想现在都在追，不要凹。我真的觉得不要哦，你喝了酒以后，不管你隔几小时，除非一觉天亮睡醒了以后你去上班，而且上班也不用自己开车啊，司机啊，对，但没有酒驾的问题。可是你就偏偏你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开车，可是有人说你自己开车说好棒棒好亲民，这不对啦。不过黄靖敏真是猪队友，这不对啦，去视察就视察，你干嘛跟大家讲？我跟你讲，张善政，你当一个市长，你市长到现场没有用，你要带有用的人去，你才能解决问题。你市长一个人，你真的以为市长一人到全桃园市都到吗？不是，不是这样。你要带有用的人去，经发局局长、公共事务科的科长，还有相关跟自来水业督导考核检查这些人要去，因为他才知道 mega 嘛，为什么缺水，为什么爆？这个爆管真的跟那个加油站有关吗？我不敢讲，我不是专家。对，可是我讲嘛，歪楼了嘛。爆管缺水，水厂的事没错，可是人民没水用，市民没水用，就是市长的事。对，你把人民的水补充足了，哪里拿得到水可以拿到这个灌洗的水，哪里可以拿到饮用的水，没有人会叫。对，因为供体时间嘛。可是你是去骂水厂，说我无法忍受，震怒，不要震怒。然后你现在这个喝了酒以后，不管你是5小时还是6小时还是7小时，喝了酒开车，除非你说我没喝酒，那没有酒驾。抿一口抿两口都是酒驾，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就出来道歉说对不起，我太急了，不好的示范，我做了不好的示范，这点我要请市民千万不要酒驾，我跟大家道歉。否则你看今天防治酒驾协会也出来讲话啦，对，大家都出来讲话。我真的觉得如果身为一个市议员是去帮市长去护航，那辜负选民的选票。身为市议员对的就对，错的就错，所以我觉得张市长没有那么难啦，我太急了，忘记我有喝酒了，开车，这是不对的行为，跟大家道歉，是如此而已。是，其实我们对于酒驾的教育哦，大概都是这样，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有人喝一口就醉，有人喝100口也不怎么醉，所以所有酒驾教育就是说，你只要喝了，不管是一口还是100口，你就不要开车。所以我们讲是酒后不开车，不是
喝两杯后不开车，是酒后不开车，有一点就不要开车。所以我也相信啊，张善政市长那个时候意志可能是清醒的，他自己也觉得说是没有问题的，他自己抿一下可能是没有问题。可如果抿一下可以开车的话，很多人是喝一口酒就脸红的，喝一口酒其实就有不胜酒力的，请问他们能开车吗？所以确实是不好的示范。所以我一直要提醒大家，尤其是国民党，再讲一次，2022年你们赢了很多，2024年目前形势看起来也不错。可是如果一直做一些不对劲的事情，你们会把你们的社会信任感还有社会力被赔掉。那现在呢，如果持续做下去的话，还有一年的选举，结果会发生什么事，还真说不定。